杜明君，在。尸体火化，找个机会送回京都西敏寺。是。从现在开始，关闭所有城门，宪兵队、治安队全部出动，就是把苏州给我翻个底朝天，也要把凶手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我马上行动。这边，了不起，不愧是一枝梅啊！兄弟，你老说这个一枝梅，什么是一枝梅啊？啊，你就是一枝梅啊！你还不知道啊？人人都叫你一枝梅，可聪明了，说你能飞檐走壁，踏雪无痕。往哪里走？前面。前辈，走，快点！曾先生，我知道此事关乎机密，按理说我不该多问。可是眼下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相互信任，精诚合作。我的情报员中枪了。你说的是那个日本女人？她是朝鲜人。朝鲜人？郭掌柜，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，并不是我不信任，而是我必须要保证情报员的安全。我能理解，正所谓身居虎穴，风险非同小可，更何况这个情报员关乎到我们的成败。我的情报员潜伏多年，眼看就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了，可是这一枪把我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。曾先生，我觉得你现在不要着急，虽然他中了枪但还生死不明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的下落。有一个地方应该能够得到确切的消息。医院？日本人的医院。青阳地，日本医院，我这就去。郭掌柜，拜托了郭兄。お前ら、八人作戦、努力は俺についてこい。作戦入れ。哎，进去上。哎，大佐，啊大佐。哎，坤泽。兄弟，啊，我想买瓶酒。啊？什么好日子啊？不瞒你说，我从很远的地方到苏州来，就是来杀两个仇人。今天好不容易让我干掉一个。哎，真的？嗯，你真厉害。不瞒你说，我口袋里没钱了，能不能借我一点？哎，借什么借啊？你等着，我去买。老板，来两瓶恒劲烧白。哈哈哈哈，蛋蛋，哎呀，平时也没有见到你吃老酒啊，怎么家里有喜事啊？没错，大喜事。哎，你这还有酱肉啊？哎，你这平时真灵光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这个你先不要讲。鹿稿件
哎，一闻就是鹿稿件。老板，给你钱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香的嘞。站住！这里不让进。太君，我是给伙房送菜的干活。伙房，迷信不信，走开走开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老总，我这不是给伙房送菜吗？可你今天来的不巧啊，皇军的司令官驾到，闲杂人等一律免进。 那这菜怎么办呀？太君，你就通融一下，这人我认识，大大的良民。进去吧。哎，谢太君，谢太君。哎，跟我来吧。哎，大宝，掌柜的，您怎么来了？ 今天是不是进了个女的，受了枪伤？没错，是个日本女人。她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危险？这我可不晓得，只听说又是一只没开的枪，后来她跑了。日本人只发现一只没扔下的一副骆驼蛋。骆驼蛋？啊，不是掌柜的，我就没搞明白日本女人您打听她干什么。哎呀，别多问了，快去摸清情况。那行，你等我。 报告司令官，秦子小姐的伤势并不严重，之所以昏迷不醒，是因为失血过多，我马上安排输血，请司令官放心。秦子小姐不仅是我们请来的尊贵客人，还是朝相公鸠眼网派来的信使，所以她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是，卑职明白。 报告司令官阁下，大本营来电。哎，阿美，别走啊！着什么急啊？ 你立刻给上海领事馆的严景军打电话，让他给武汉方面施加压力。谈还是不谈，必须有个结果。是，卑职马上给严景发报。还有，苏州的治安状况似乎不如乐观，谈判地点您看是？
小鬼子像是疯了，天天这样折腾。大先生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一枝梅给控制住，否则的话后患无穷。怎么控制？把它关起来。关起来也好，藏起来也罢，当务之急是要把它找到。与其让他这样由着性子单干，还不如让他加入我们。你看呢？你讲的对。老四啊，你把老二、老三、老五都找回来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好，晓得了。爹，啊，来了。哎，爹，这灯怎么还没人来修啊？哦，这寒山寺里啊，都是念经打坐的和尚，谁会修这个呀？哎，哎，阿元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下来，下来。哎呀，下来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万一给电到怎么办呀？阿弥陀佛，长庚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师说了，这间作坊年久失修，不堪居住，所以请二位施主随小僧搬去东厢房吧。长庚，你回去跟大师说，大师的心意，在下领了。我们在这里收拾收拾也能住。大师说了，一定要让你们搬去东厢房。那走吧，你先带我去认认地方。好。钱姑娘，你们在城里住得好端端的，干嘛非要搬到寒山寺来啊？还不都是因为那个一枝梅？一枝梅？你说打鬼子的一枝梅，怎么，你也听说过他啊？那当然。哎，钱姑娘，你认识一枝梅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带我看看吧。钱姑娘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这个一枝梅会轻功吗？是哪一派的？少林还是武当？长光，大师没教你吗？身为出家人，得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才是。阿弥陀佛，钱姑娘，小僧问这些是想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好汉。这副担子恐怕有上百斤吧。太君，这个东西叫做骆驼丹，是卖馄饨用的，只有在我们苏州才有。难道我们要抓的凶手是个卖馄饨的？大哥，喝酒。大哥，我敬你。于大哥，我能叫你一声大哥吗？不敢当，叫我于显阳吧。那怎么行？你一枝梅大名鼎鼎，现在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打鬼子英雄啊！能叫你大哥，是我骆驼蛋高攀了。来，大哥，我敬你。来，谢了兄弟。大哥，你是怎么认识阿元的？你赶快进来吧，我姓钱，叫钱曼元。阿元救了我的命啊，是我连累了他们父女俩。哎，大哥啊，你不要总是在怪自己啊。哎，虽然讲你连累他们，可好在人也没事嘛。再说了，阿元是大先生的徒弟，他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的。大先生？对啊，阿元跟大先生学说书，还不到一年，就已经一个人唱担当了。来来，我给你们引荐曾先生。
武汉来的特派员，自己人。哦呦，那可是官家字号啊，做的才是大买卖啊！啊，毕子浩也是刚刚搬过去不久，武汉呢是大码头，也是中原腹地，得中原者得天下。跟你说话的是老三，是个铁匠。三爷，幸会。好，客气，客气。这是老二，啊，做过郎中。 二爷，幸会啊！老四，你去认识吗？老五，五爷，幸会，曾爷好。请坐。好，大先生，请。有件事情你们得想办法把一枝梅给找出来。那个杀鬼子的一枝梅。大哥，你找他做什么呀？等陈先生说了，这家伙容易惹是生非。 所以把他找出来，关起来。哪能？你要把一枝梅关起来啊！哎，这杀鬼子还杀错了。那个诸位，听我说一句，这个一枝梅杀日本人杀得解气、解恨，但是有一点，凭他一个人一条枪，能把鬼子赶回老家吗？显然是不能的。当年勾践伐吴，出发之前。 他曾对众将官说过一番话，他说：“吴国强大，胜之不易。我军唯有步调一致，同进同退，方能胜敌。倘若我们的士兵成匹夫之勇，罔顾军令，那定会必败无疑。可是苏州城讲大不大，讲小不小，要我们到哪里去找一枝梅呀？”哈哈。 没进来就听到里面热闹，原来这苏州小武艺都到齐了。郭掌柜好，郭掌柜好，情况怎么样？平安无事，那就好。哎，大哥，你那支枪我可以看一下吗？哦。 拿一下，大哥，这枪真好，我要是有把枪，我也跟大哥一样，去打鬼子当英雄，走伏夜出，飞檐走壁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嘿，取鬼子的首级啊，如探囊取物，嘿嘿嘿，你呀，还真是书听多了，嘿嘿嘿嘿。 刘斗丹，哎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也是刀会的兄弟吧？嘿嘿嘿，跑跑腿，小角色，小角色。嘿嘿嘿，你小子为人仗义，有胆色，以后起码是个当家的。嘿嘿，借大哥吉言，大哥，你要是不嫌弃我，拿我当兄弟，以后就拿我家当做你家。哎，来，大哥，我敬你。 大先生，你打算怎么找这个一枝梅啊？这个家伙神出鬼没，这么好找啊？我倒有一个线索。哦，日本人在火车站没抓到一枝梅，却找到了一副骆驼蛋。哦，是我孤陋寡闻啊。这骆驼蛋是？啊，就是连锅带造的馄饨挑子，往那一放啊，就像个骆驼。 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想一想啊，这一枝梅，它是怎么搞到这个骆驼蛋的呢？是啊，我们刀会里哪个兄弟是卖馄饨的？还真有一个，小名就叫骆驼蛋。那你打听一下他家族的，赶紧去一趟。小子，我明天一大早就去。啊！快，快，快！ 别摸他！你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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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你呢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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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
渡边队长，小秋科长有请。走，跟我上去。科长阁下，渡边队长到了。你们抓了些什么人？都是些小商贩。商贩？这家伙说，只有那样的小商贩才有这样的担子。说的倒没错。不过，你挑一下试试。这个。这个担子可不轻啊。是，你挑着都吃力，那你抓的老弱病残能挑得动吗？非常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马上放人。哎，鲁子丹，你卖魂都卖到这里来了啊？假生意直接赚相嘛，到哪里摆不是摆吗？黑皮啊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太君，我好像认识这副担子。你确定？我确定啊。这副担子挑的那个人叫做骆驼蛋。真名我不晓得的，反正嘛，他就是那个走街串巷卖馄饨的。还真是卖馄饨的。真的，我认识这个小子好几年了，他家里住在哪里我都晓得的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把他抓来。慢着，都别去。在，如果你藏在火车站的钟楼里那么远的距离，你能不能一枪命中叶天爵？在火车站那么混乱的环境，要想一枪毙命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凶手的那把枪上配了一个瞄准镜。不会吧，装有瞄准镜的狙击枪可是最先进的武器啊。没错，这再次证明凶手是经过了正规训练的中国军人。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藏匿在苏州城里走街串巷卖馄饨呢？啊，我又搞错了。没关系，这说明那天在火车站应该有两个人。哦，大哥，你喝得太快了。兄弟，你以前去过南京吗？去过。那你知道南京在哪个方向吗？在那个方向，北边。那里是我的家。大哥，当心点，大哥。已经报了一半了，你在那边踏踏实实的等着另一半的好消息。一个是卖馄饨的，另一个是职业军人。不过，
他们两个肯定互相认识，黑皮色，啊，你不是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哦，当然晓得了，太君。好，马上叮嘱卖馄饨的。哦，好，我马上去啊。等等，啊，千万记住，不要让他发现。哦，太君的意思是暗中盯梢。没错，我敢肯定，他们两个人一定还会再见面的。我也明白了，科长阁下。 这招就叫做引蛇出洞，不，准确的说，应该叫顺藤摸。 这次要去哪里啊？我回去取点东西，取完东西我就回来。那行，我给你一起去。怎么了？外面到处都是鬼子，我们两个人的目标太大了。可我怕你不认识路啊。我那里好找，在一个小鬼子炸过的冰工厂里头。桃花坞，老洋炮局，清朝的时候就有了。难怪呢。你先睡你的，啊，我取完东西就回来。 好，大哥，你不会不相信我吧？兄弟，你是我在苏州认识的第一个朋友。帽子我用用。黑皮哥，快看，有人出来了。 是不是一只梅？这个我也想知道。大哥，小心枪走火！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你这猪头算，连刀会的四爷都不认识，还想在苏州混呢？认识。
都会自言，大名鼎鼎了。现在认识了，麻烦就大了。二毛，去找两个麻袋，把这两个瘪三装起来，扔到三塘河里去。是。四哥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正要问你呢，刚才从你家出去的是不是一只梅？嗯。坏了，黑皮盯上他了。 太君，什么？你干活？不是，我是黑皮队长的手下，我有急事，要禀告渡边太君。走。阿云，过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问我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告诉我。出什么事情了？日本人说了，你和你爹。 窝藏罪犯，连家都给封了。阿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窝藏谁了？一枝梅。一枝梅？哎呦，我天哪！阿云，你胆子够大的啊！别人遇到这事躲都躲不及，你倒好，还带到家里面来了。我问你，什么叫窝藏罪犯？在日本人眼里，他是罪犯。 可在我们苏州人眼里，他就是英雄好汉。阿云，你别生气，我说的你好，说话急了点。阿云，四叔，四叔，阿云，骆驼蛋，出什么事情了？哎，没时间理你解释了，出大事了！海根，科长阁下，你这是？我也想见识见识这个神枪手。 走吧。是。你们看。 这里就是老杨炮局，够了，大，你们赶紧拿个主意啊！阿四啊，你赶紧召集兄弟，把一枝梅救出来。晓得了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大先生，不是我灭自己兄弟的威风，我们刀会的兄弟手上没有过硬的武器，这万一要跟日本人动起手来，肯定会吃大亏。那我们也不得见死不救啊！大先生，你看啊，这里呢只有一条进出的路，如果日本人把口子一封，凶多吉少啊！ 这个地方确实很糟糕。
现在的苏州城啊，是一静不一动。如果我们在苏州城里把动静闹得太大，那日本人一旦转移了谈判的地点，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你讲的都对，可是俗话讲，尽人事听天命，这个人事不能不尽啊。大先生，还是我跑一趟吧。好，郭掌柜，这笔买卖做不得。曾先生，说到做买卖，你就没有我在行了，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。大先生，我不会让我们的兄弟们和日本人硬碰，你们看，我会让兄弟们在老洋炮局的外围策应，只要一直没他能够冲出来，我们一路保护，就可以把他送进乘马坡。对，只要人进了策马坡，小鬼子就没辙了。老娘舅，阿远，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不关你的事，给我放手。哎，骆驼蛋，哎，阿远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阿远，去救一枝梅啊。一枝梅？哎，走。阿远，你能不能不要小孩子脾气啊？那颗真的枫桥，在岁月。